这是一款美素那个型号是 F49E，在使用前请先检查一下配件是否齐全。主机一个，这个是美素手柄，这个是负极棒，然后有一根电源线。在使用前我们先检查一下，先把线插好，然后插座，确保线路准确。然后别忘记那个机器这个地方会有一个 power 键。如果机器通电正常的情况下 ，power 键是显示亮的，然后时间这个地方是会设置默认是30。这边有一个 intensity， 你可以去调 intensity， 只有在你点 start 的情况下，你可以调 intensity， 最高是到9，最低是1。因为这个美素你在使用时你会感觉到微电流嘛。所以说我们在首次使用的时候先把 intensity 调到1，然后你如果觉得电流太弱，你可以再慢慢调到2或者3。好了，现在我们来测试一下，我先看一下手柄，你注意观察手柄，这里有一个塑料的瓶子，这个瓶子是精油瓶，是用来放精油的，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有助于那个皮肤的提升啊，什么紧致的一些都可以放在里面。那我们怎样把这个瓶子给取出来呢？请注意看，这边会有一个，这边有一个打开，然后这个地方是它是有弹簧功能的，你可以看看，你可以把它浸下去，这样子，所以这样这个瓶子就可以拿出来了。瓶子拿出来以后，我们需要你，因为这个孔很小嘛，你可以用这种注射器的那种针头把精油放进去，或者是它因为它是有吸的功能嘛。那这样子是有吸的功能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在做测试之前已经加了一点点水，现在我们来把这个瓶子再装进去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按一下那个开始工作键。这个负极棒是什么作用呢？你在使用这个手柄的时候一定要右手握负极棒，左手操作这个手柄，但如果说你习惯于用右手的人的话，那建议是你那个操作的时候用握着左手握负极棒，右手操作这个美素手柄。那现在我们 intensity 在1，那你可以在这里使用，慢慢使用。好了，你如果觉得这个电流太弱，我们可以把它调到2。如果觉得还是很弱，可以调到3，调到3。请注意，一定要在使用的时候，千万不要忘记这个握负极棒。那如果说你是这个机器是用于顾客的身上，那么这个负极棒是一定要顾客抓住的，顾客抓住负极棒，然后你把这个美素手柄使用在他的脸上或者脖子或者其他部位，一定要握紧。好了，我现在是可以感觉到微电流的。如果机器不使用了，建议把它 stop 掉。好了。